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在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要带你来看的是基隆长期以来在基隆发展最好的海洋产业，还有相关的科学，并要接轨国际创新思维，为你邀请到三位与会贵宾哦。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我们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主任陈立淑陈博士。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典藏研究组主任施同伟施博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主任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展示教育组主任宋作中宋博士。主持人好，好，观众们大家好。老师好。好，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最近呢是刚落成启用了海洋植探索基地，还有生态厨房，可以看见我们海科馆呢跟我们的教育部海洋委员会还有国内的顶尖大学合作的非常的成功。我们就要请宋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海洋职业的魅力在哪里，总共有几大职群哦。可以从这个手板来看哈，实际上国内海洋相关职业科别来说哈，主要还是海事职群，或是食品，啊，或是水产类，甚至商业跟管理，然后甚至还有在细分啊，商旅类都有哈。啊，实际上海洋各种知识跟技术呢，与我们散布在大学的里面一些知识里面是没办法绝对的分界哈，因为大家互基本上互通或是互补性非常高哈。啊，所以说跨学群的现象是非常高。啊，以国立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而言，他们是偏，虽然是偏地球环境而言，可是呢，它也涵盖了生物生态，然后也海洋化学、海洋地质这些基本上都涵盖。所以说，这个就是海洋的这种职群的魅力所在哈。然后这也进一步带到说，未来这些系所的学生啊，在工作的时候，他们是被非常多的领域的产业，然后欢迎的哈。好，比方说像最直接的是工程顾问公司，因为像台湾最近我们在离岸风电的部分，我们非常的一个想要在这边有非常工程在实施，对绿能的部分要施作相关的研究，不管是初期研究甚至监测，这些都需要海洋专业的人力来，包含海洋工程、造船啊、环境、生态，这些全部人这些直系都会进来。好，这个就是好，甚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国内的一些贸易的部分，贸易的类别，像运输哦，海洋运输这一块，然后甚至是航运管理这一块哦，养殖生态，到时候等一下是主任会提到的这部分，这些在都是这个海洋职涯这个领域的一个重点，也是它值得推荐给中小学生甚至中青年都可以来探索啊，作为职业的一个参考，未来职业的参考。对，所以可以看到跟民众息息相关的有我们的水产养殖，还有我们的商船轮机，而且我记得当船长的那个薪水真的是超高的，然后当临港是不是一个月还有800,000的收入，那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800,000，都比总统还要高。当船长就有30万了，当船长就有30万，当临港有80万，临港更高，临港真的高很多。那说到这一个海洋产业，基隆真的是非常适合发展。当然最夯的应该就是食的部分了，最受欢迎的食是最吸引也最容易入门的项目，因为民以食为天嘛。生态厨房的落成启用是意义非凡，如何在温饱后能够永续经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立淑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了。当初成立生态厨房最主要的概念是，我们希望透过让民众了解饮食文化跟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其实每一个食材的背后都有我们人类跟环境还有跟土地甚至于就是跟海洋之间的连结。那透过我们食用那个友善环境的一个
料理，做出这样的料理来对环境，来让我们的环境更好啊，去永续我们的环境，这就是生态厨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所以生态厨房的落成启用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在里面。那时候我有去参观一下，那时候刚用盐煮完冰，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会安排很多系列的课程让大家来体验，对不对？啊，当然，那个叫炒冰啊，炒冰那个其实因为我们海科馆里面也有科学教育吧，对，那就是一个结合科学教育跟生态厨房的概念，对不对？然后你盐加冰可以炒冰，可是你的食材你就可以用在地的一些食材啊，比如说当季出产什么样的一个水果啊，你都可以加进去当成你炒冰的材料，那就是一个生态厨房的概念。没错，所以不只可以认识各式各样的可以食用的鱼，而且还可以让海洋永续发展的方向，重要的是真的可以温饱我们的肚子，然后吃得很健康，也就是现在绿色海鲜正在推的目标跟工作。那说到海洋产业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船了，要带大家来看一艘很特别的船哦，还有海中不倒翁号称的海巡署搜救艇 RB02， 去年不止成功救援了火烧船30人，他救了30个人，前年还可以查缉私烟300箱，服役了18年，终于功成身退。而为了要延续他的任务呢，海巡署就把他移交给基隆海科馆作为海洋教育展示，一块看这一段影片。大吊车缓缓将搜救艇 RB02 吊起，载货车送到基隆海科馆。历经18年服役岁月 ，RB02搜救艇如今将要退役，但海巡署为了延续它的生命，决定帮它找新的主人。由我们陈馆长来代表接受，来象征我们搜救艇的交接完成。RB02搜救艇外观是橘色，蓝白相间，虽然小巧，但设备齐全。后甲板配有橡皮艇、水上摩托车，方便机动救援。而控制台上还有瞭望台，它掌控所有船上设备的动力，还有所有的系统的一个控制，这是一个主要的控制台在这里。那一般在海巡在执行的时候，雷达的所有的侦测的仪器呢，就在这个机器的旁边。那边是所谓的雷控系统，专门在分析海上的一个船只啦，跟位置、方位还有距离的一个设施。全长19公尺、宽5.6公尺的 RB02搜救艇，不怕风浪，即使翻覆，10秒内就能够自行翻正，获得了海上不倒翁的称号。我们这样同行艇有3艘，分别配属在金门、澎湖以及基隆。那 RB02艇是我们第一艘要派出的一艘船。那我们为了要让它继续发挥它的一个教育的功能，那所以我们今天来举办这样子一个捐赠的仪式。那 RB02艇在过去服务的18年时间，可以说是战绩非常的标炳。那在108年6月的时候，它在彭佳屿外海曾经有这个海钓船这个发生火烧船，那我们RB02艇出动，也救援了30个落海的这些海上的渔民朋友。那在107年的时候，他也在我们基隆沿岸曾查获300箱的这个走私的香烟，所以这是一艘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纪念的船。基隆海科馆延续他的生命，为他盖了一个新家，希望透过展示让民众认识海洋职能及海洋救援的海洋教育。11月20号，我们整个裸视 3D 就会放在这艘船上面了，那会让各位不用带任何的器具，用最新的科技让各位知道海外救援的一个状况，一个波涛汹涌然后这么辛苦的一个体验。海上不倒翁 RB02未来将在基隆海科馆以另类的方式继续服务，延续他的责任。刚才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海上不倒翁。刚才我跟宋博还有我们的师伯聊一下，哎，他真的怎么翻他都不会沉下去，但是重点是门要关好，不然海水进去一样就会沉下去了。好，要请我们师伯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在海上跟陆地上船舶都有不同的功能，像这一个救援艇到底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基本上在这艘救援艇，它的名字就叫救援嘛，所以其实以救援为主。因此在救援过程当中呢，这个船在危险的状况下的话，都要维持这个救援艇它不会被吞没嘛，所以它就是一个海上不倒翁的设计。那这艘船特别在哪里呢？因为当初在造的时候，其实亚洲没有这种船。
那当然当时的军方呢就请了英国的船厂报价，那报价的结果是1亿6000万的一个价格啊，是一个天价的钱呐、啊。那后来呢，大家就国家就想了一下，就说那是不是可以由国内的船厂来仿建，所以就委托了隆德，啊，隆德造船厂啊，当然有透过一些大学的那些造船系的老师，还有一些船舶设计中心哦联社啊，他们有在一起参与。到最后呢，这艘船就是由国建国造就做了。那做了以后呢，就像如影片中各位刚刚看到的那个，好，依照那个设计的规定，在10秒内是要扶正的。哦，所以说其实是蛮快的一艘，蛮快扶正的一艘船呢。是啊，那它是我们第一次在亚洲造的船嘛，所以其实蛮珍贵的。那其实博物馆呢，当初呢，一直想要去争取一艘藏品，就真的船的藏品。其实它不是第一艘了，我们因为其实军舰啊，船舶太监有它的一个次序嘛，当时是没有它的。可是后来突然跑出这一艘船过来，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海巡署给我们第一手的讯息，因为都还没有决定它到底要不要汰除。那个他通知我们了以后，我们就去看这艘船，而且这艘船呢，跟我们基隆真的非常有缘。因为刚刚副署长有讲，三艘船是分在哪里嘛，对不对？分在台湾的这艘船就在基隆，就在我们旁边。而且当我们看到这艘船的时候，我发觉说我们一定要这艘船，为什么呢？因为这艘船呢，它加入我们博物馆活动的那个行列呢，其实不是今年才开始，在我们过往，我们博物馆有办过 Aquatopia 沃托邦海洋狂想的时候，这艘船就来支援过了，它来这边喷水，来引领我们的船队游行。所以其实我觉得看到这艘船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不仅它的一个迷人的地方是不倒翁以外，我觉得它跟我们博物馆有个非常深远的一个渊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借这艘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博物馆在介绍船的一个心情。那也谢谢海巡署啊，还有海委会他们的一个支持。哎，刚刚真的听起来真的很厉害，不到10秒就可以扶正，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而且跟基隆的渊源很深，跟我们潮境、跟我们的海科馆也有很深的因缘，所以很开心他可以来到海科馆，让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来参访的民众可以不用带 VR 就可以亲身的站上去体验一下什么是搜救艇了。那我们要邀请宋博再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八大职业主题，还有大学18学群规划出来在海科馆成立的职涯知识探索空间有哪些呢？基本上来说，在海科馆的一个职涯探索基地，海洋尤其是海洋职涯探索基地里面，我们规划了8个主题，分别是我们最海上最主要的一个是海洋工程的部分，啊，再来是船舶轮机的部分，啊，第三个是水产养殖，再来观光休憩啊，这部分原则上是对现在目前是越来越生活品质的一个提升哦，这部分是越来越重要的。再来就是海洋法律的部分，那这是我们海洋国家一定要能够要 keep 住的一个素养哈。再来就是商船运输，我刚刚有提到哈，海洋科学是基础，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是军事科技这一块，这总共8个职群。然后实际上，在我举个例子而言，就虽然是8个职群，在然后这8个职群我们会是逐步用调整，用比较有会有逐步用更互有时候会用互动的创新的这种展示的方式，逐步的调整到我们的展厅里面。然后让它不会一直都是固定的展项，它是有趣的，用这种方式。然后实际上，各个职业跟海洋连接，我们可以这样说啦，就是像我想观众们大概都知道自驾车，路上的自驾车，路上自驾车说实在，搭配5G 的应用，基本上就已经大家高科技都在应用了。可是自驾车毕竟是在路上。实际上，现在目前还有自驾船在海面上可以自己可以执行任务的这种研究船，甚至公务船，不用开吗？不用人开。哇！它当然要开，就是不是人开而已哈。它可以用遥控或是自己设定任务去开，按照那个基本上是像电子海图。嗯。我们路上开车有 Garmin 啊，或是那个什么很多导航的软体嘛，可是，在海上就是有一个电子海图这种东西，搭配 GPS， 在海面上就可以做自驾船的相关任务的实施。
自驾车到自驾船，这不是直接单移，它还要加上很多海洋的科技的素养在里面，它才可以面对海洋的挑战。像刚刚搜救艇不是，它会晃在海面上会晃来晃去，这个就是在船跟车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要怎么让自驾船能够航行的顺畅如地面？这个就是这些职人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啊，他的魅力也在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大挑战的，因为光是船坐上去开出去就会觉得不太舒服，但是所以我觉得能够在海上航行的真的很厉害，没有人开更好，对不对？没有人开更好，对对对，这也是。那当然了，回过头来就是要请陈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持续努力，让大家在生态法则上轻松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的海鲜料理呢？我们现在会讲几个原则嘛，好，而且现在市面上包含像海客馆，我们都有在推所谓的海鲜指南，好，友善海鲜这个区块。那目前有几个概念先跟大家分享的哈。第一个概念，我们常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口号叫做“生土不二”。生土不二的意思就是，我既然人在这里，我跟这个土地应该不要分开。那它延伸过来就是讲，我们在吃东西，我们应该挑选支持在地的食材。当然它有很多原因啊，譬如讲说节能减碳啊，或者说在地的产业的一个支持，然后你吃在地的东西也最新鲜，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土不二的概念，你还可以延伸另外一个概念，我们现在讲的吃当季，然后这吃在食在地，那你选在地然后又吃当季，它不止新鲜，对不对？然后而且你又可以支持当地的一个产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人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鲟鱼，鲟鱼就是鲟，就是中鲟、上鲟、下鲟的鲟鱼。那鲟鱼的意思就是说，当季的鱼，就是大部分就是我们渔船进来，那个时候抓最大量的鱼，那表示这个季节就是它的季节。好，我们讲鲟鱼哈，那所以吃在地，好吃当季，好，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海鲜指南的话，它就是来补充了哈。即使是那么多，尤其台湾的鱼非常非常多，台湾大概有3000种左右的一个鱼类，然后我们常食用的大概也是大概到上千种都有。可是这么多的鱼里面，你可以有选择。好，我们常常讲说，食物链比较上层的，就是属于肉食性的鱼类，它的数量是比较少。那一只大的石斑，它可能要吃很多很多的鱼之后才会长到那么大。可是相反的，你会选择我们所谓的食物链比较低哦，譬如说石目鱼啊，或是青鱼啊，因为它们摄食的东西，对对对对，它吃的可能是浮游动物啊，或是浮游植物，所以在食物链里面它是比较低的，所以等于是说它取用的东西跟这个生物的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一只石斑鱼跟一只石目鱼来讲的话，那就会建议你可能就会吃石目鱼啊，或是我们利用很多的青鱼啊，甚至现在当季的一些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合适的东西，这就是另外一个选择。那透过这几个原则，那我们讲说你变成是一个聪明的消费者，那你透过你的行为你的选择，好，那因为你有些鱼买有些鱼不买嘛，那透过这种消费者的这种选择的一个压力，然后渔民他们就会去想，哦，这种鱼比较多人买，好，那我应该多卖这样的鱼，那其他鱼人家不太喜欢购买，然后他们就会少抓。那这件事情我们在讲说，你以前一定会认为消费者怎么有那个力量，可是你一定不相信啊，像最近大家不是一直在提倡说少吃鱼刺吗？它真的目前已经造成那个鱼刺的供应量还有鱼刺的价钱就下来的，所以你不要说没我们只是吃东西这样是没有用的哈。那我觉得以鱼刺那样的一个例子，我就是说透过我们的选择，我们是可以帮忙去做永续海洋的。永续海洋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要聪明，当个聪明的消费者，要聪明的来吃鱼。那之前有很多的产业连结，像最近因为疫情关系，大家都在网络上开始开卖东西了嘛。我觉得最近有一档真的很厉害，叫做跟着船长，跟着船长去捕鱼嘛，对不对？是不是有开了这样子的？让船长带路。对，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船长带路哈。那谢谢主持人的那个提醒哦。其实我们最近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那我们当然讲说要吃在地，对不对？食当令，
那消费者就会很困扰吧？那因为每次我都是到市场上面，就是一个鱼都包好了，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当令，哪一个是在地？这是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就让在地的船长来告诉大家。那我们的船长还不是每一个船长我们都优先帮他直播、哦，我们挑的船长就是因为即使你去抓鱼，不同的鱼法对环境的干扰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会挑说他的鱼法是比较友善环境的，就譬如说像我们最近量很多的那个恰章，恰章是用拢具下去抓，那拢具的话我们讲就是它是一个被动的鱼法，就是说鱼它要自愿进来，它才会进来，愿者上钩的概念，对，愿者上钩，所以这样抓的话是不会把鱼抓完，这就是一个比较友善的渔业的方法，好，所以我们之前帮忙直播了一个用拢具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用那个叫拖钓的，那钓的也是，钓的也是一只一只钓，对不对？那通常钓很久啊，对，可是钓的鱼价钱就会比较好，所以第二次我们那个然后找的那个林新勇船长，我们做的就是做这个。那在第三次哈，我们先预告一下，在12月6号的时候，我们第三次的直播。那这一次就是我们的杜建秋，我们的杜船长，他是一只钓，好，这种都是相对友善的。你知道在马尔蒂夫他们怎么做渔业管理？一只钓，对他们全部都不可以用网具。当然台湾目前不是这样的啊，我只是在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像这种一只钓这样一个这样钓的话，你不可能把海里面的鱼钓光，所以相对比较友善环境的鱼法。那我们透过船长带路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介绍了一个友善的鱼法，那介绍一个很有信誉的、很有信用的一个船长，他来告诉我你怎么抓，然后他会介绍你说这个鱼它是有什么样的生态习性，再来你怎么去料理它，我们还有相关的厨师配合。哇，所以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让消费者就是说，我要当一个聪明消费者啊，那我想要实在地想要支持那个当地的海鲜，那我们的船长带路大概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们也海客馆也是透过这个方法，那跟我们基隆在地的渔民，我们未来希望有一个更深的连结，那我们希望来提倡这种友善的渔业，让更多的这种船长哈能够让大家看见，那让这种友善环境的海鲜大家都能够认识，这样。哇，这就是绿色海鲜呢，就是非常的友善。那我们吃的鱼，因为都是愿者上钩，所以也吃起来比较安心。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的海洋更加的永续下去。而说到这种海葬钓，这是我们出去钓。那另外就是一种人工养殖，我们就要邀请问一下我们的施博士，我们的水产养殖专家。其实，在基隆，其实最适合养殖，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样不一样的鱼种要跟大家介绍？好，那个谢谢主持人哦，谈到了水产养殖。那其实，在水产养殖啊，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粮食生产，因为民以食为天嘛。是啊，所以其实粮食生产呢，绝对是我们水产养殖产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啊，供应大家充分的粮食，而且是好吃的粮食。好，可是因为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除了水产养殖这一个在所谓生产这一个粮食以外呢，其实呢，因为不管是工业化，或者是地球温暖化，或者是所谓的因为国家发展过程里面呢，牺牲了环境换取了经济，啊，那为了弥补这一个过往我们做的一个缺失呢，其实水产养殖现在一个蛮大的任务呢，它除了在生产粮食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在修复我们的生态，也就是说在我们博物馆呢，它的建馆的一个愿景呢，是讲永续海洋，不是说资源不要用，是怎么样资源可以永远的用到。因此呢，在怎么样让我们的一个资源呢，能够获得确保，除了用人工的方式做育苗，去生产苗以外，把它养大以外呢，其实有很多的手法呢，是用在修复生态，搭配生态修复呢，让资源能够留存下来。我最记得就是种那个珊瑚，对，种珊瑚，然后还搭小卷的家，对，没有错。其实上就是这部分呢，其实呢就是说，在育苗之后呢，除了养殖以外，那是不是在原有土地上应该有的生物，但是因为破坏的关系它不见了，所以我们就把场地整理了以后，把鱼苗放在这个地方，好，让它在这边能够存在下去，也就是恢复它原来应该有的状态。那像我们博物馆呢，在跟基隆市政府
或者是新北市政府在努力在耕耘这个望海向海湾这一块。那我们在海湾里面就做了净滩净海，实际上就是在改善我们的一个栖地环境嘛。然后也邀请了很多的潜水教练，还有热爱海洋的朋友，还有潜水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的海洋。那当然也协助我们做一些资源的富裕，譬如说小丑鱼的放流。那之后呢，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海洋，所以这些放下去的东西到底活得好不好，其实呢大家都可以用实际的行为，在潜水的过程里面，以前是纯玩乐，那现在呢是关心我们的生态环境兼玩乐。所以我们的一个海湾的环境呢，目前为止看起来是在往好的方面在走。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在博物馆来做永续海洋实践的一个做法。所以在这一次的一个职涯探险探索基地里面，水产养殖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有提到了博物馆的一个所谓的生态修复，用水产养殖的技术介绍水产养殖的基本的一些比如说鱼苗繁殖过程里面需要用的技术或者是物种，然后呢以小丑鱼还有珊瑚这个例子那来介绍我们博物馆怎么样照顾我们的生态环境，那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课程。那当然搭配了我们一些很有趣的教育活动比如说我们的人鱼姐姐或是人鱼这些，其实这些人鱼呢它除了外表漂亮以外或是长得英俊以外，其实很多都是在海里捡垃圾的教练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些永续海洋的一个行为。那这个部分呢，在我们将来的职业体验基地里面，所以这样子这一块呢大家可以体验得到我们相关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一些教育活动。对，可以看到海科馆真的很用心在海洋永续的方面花了很大的心思。那我最记得以前有去海大的养殖系采访，我记得进到那个他们的养小丑鱼的基地，我觉得第一次看到哇，原来小丑鱼的种类这么多啊！所以海科馆有这方面的，是不是有特别的展览展过，对不对？是的，我们在做小丑鱼的繁殖是从2003年开始。那时候当然第一个研究的物种是我们北部那时候还不是保育种的克氏海葵鱼。那其实在繁殖它应该算是也是在台湾也是走在蛮前面的。那繁殖的一个成果目前已经可以稳定生产了以后，在博物馆里面呢并不是把它拿出去卖因为卖只是附加价值，以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永续海洋的立场来看，其实在做生态修复的作业，就是现在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结合了潜水教练在做的这件事情。那小丑鱼也在我们的一个潮境海洋中心里面呢，它也是有相关的其他小丑鱼的育苗只不过说可以在北部放的小丑鱼呢只有一种，因为只有克氏海葵鱼那其他的种类呢，在我们一些下去会死掉吗？放下其他种类的放下去会死掉它有的，因为我们北部的水域比较冷，所以其实在台湾南部的几个小丑鱼呢都不太适合在在北部，台湾南部的小丑鱼不太适合在对在潮境这边，冬天的时候可能会冻死对，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整个一个生物多样性那我们在我们的潮境海洋中心里面也有小丑鱼的一个展示的一个主题那当然因为长期育苗的结果也会有一些色素变异的鱼种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蛮丰富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题目啦，主题不是只有我们在北部的单一种就是所谓克氏海葵鱼而已，没错，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讲到水产养殖真的是讲不完，因为我记得还有观光产值的那种养殖鱼，那也为台湾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收获。那除了这个鱼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船了。那要请一样请师伯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海科馆除了可以登上 RB02 救援艇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海科中心的海研五号模型是的，那我们博物馆当初在成立之初呢，我们国家有海科中心有一艘海研五号的研究船，它也正在服役，所以我们其实海科馆就是将最先进的海洋的研究的知识，当然包括这艘船所做出来的资料，都会转成我们的展示跟教育活动。那这艘船呢，今年我们接到了这个海研五号的一个模型，所以呢，有关这艘船，它曾经在我们博物馆里面。他在我们的台湾的海洋里面做了哪些的研究的一些资料，也陆续会再转成我们博物馆的展示跟教育活动。那这艘船呢，接下来目前为止顶替这艘船的是利进，利进的一个研究船。那这艘船的以后的资料呢，也会跟我们
博物馆呢密切合作，我们跟海科中心合作，然后持续呢跟海研五号一样，能够把我们国家最新的海洋的科学跟科技的研究能够转成我们的博物馆的课程，然后让民众能够了解。那研究船毕竟跟一般的商船做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它很多都是客制化，而且因为做研究的关系呢，船必须要做一些很特别的设计。那这个船有几项多特别的设计呢？不管是丽晶或者是海研五号，那个可以请我们主持人问我们的船舶的船舶博士呢，宋博士，他可以为你回答。对，我们的造船还有海洋工程的达人专家就是我们的宋博士了。研究船到底跟一般船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这么说啊，研究船它的毕竟就是它有一些工作特性是其他的船没有的哈，就是它第一个它必须要平稳的停在海面上。哦，平稳停在海面上这件事情，说实在，它不像停在地面上，因为还有海流、有波浪，会造成船的摇摆、晃动，甚至平移。这是海流的，甚至风都会吹移船。可是做研究船，对研究船员，它可能是要固定一个位置去钻探，或是要固定一个航线去做测深，要做海底地形的扫描，要固定航向的，这些基本上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搭配电子海图，搭配 GPS， 能够固定的航行的方向去从事海底的那种海底的扫描探测以外，或是截取资料以外，它还有一个特性，有些研究船是它必须要钻探。哦，钻探的话，你就不能偏移太远，你就要固定，几乎固定，要不然它钻探探头会断掉，甚至一些采集设备会损坏。所以说，它有一种叫低，叫 dynamic positioning system， 动态的定位系统。哦，对船而言，它就是透过很多的那个传动装置，让它能够尽可能的停在它可容许的范围内，不会让设备坏掉。这个是其中之一，所以说这个设备相当贵。再来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它是必须要静音，因为船上有很多设备，它是靠声音去收取资讯的。我们没办法在海里面用雷达波、雷射、雷那个就是雷达这种我们叫做音波啊，是光波啦，这种光波是。电磁波是不行的，它到海里面很短的距离就会 decay 掉，会被吸收掉。所以说在海里面，在水下的一些探测都是以声波为主，以声波为主的一些应用。如果船推动系统如果一吵，那你收起来的资讯就没有参考价值了。所以说它的推进系统要安静。所以说这些船通常都是用电力推动的螺桨，电力推动螺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必须要稳定，我刚刚讲的，所以说它船的侧边通常会有很多航行稳定的辅助系统，包含平衡翼。它平衡翼当然它能够用那个fuzzy的，用模糊控制的方式，让它航行过程它不会做很剧烈的摇晃，因为回归它的目标，它就是要能够收到好的资料，收到品质够高的资料。这三个武功搭配 GPS， 就可以。这个是它跟一般商船不一样，商船只是要载货完成任务而已，可是研究船它有它的更高规格的建造的规格。所以研究船真的都特别的贵，对不对？但它比较小烧，倒是比较少烧，对，通常没有太大烧了，除非是像破冰船那种比较大的，对对对，一下子要几百个人的那种。对，那一般我们国内的，甚至我看到的，即便是美国的海洋研究船，大概都跟我们的丽晶差不多大小，大不会大多少，大概那个规模，就是那个规模，对对对，但是他们的数量比我们多很多。对，十几二十艘，我说印象都没错的话，对，好像最近他们好像有船要过来，是好像，
到时候可以登台参观一下了。对，这就是在基隆的好处，所以基隆靠着我们的海洋产业，真的有很多的面向可以来发挥哦。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老师你是生态专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职涯有对什么样有兴趣的孩子，其实是很适合来这一块发展？其实，在你对生态有兴趣的话，我们现在需要很多的研究人员下海去做生态调查。虽然说我们有很多辅助的工具，譬如说现在有很多水下辨识的 AI 的东西，可是问题它辨识不是机器就认识，你还是要有人去教那个机器怎么认识鱼。哦，那甚至于说你对分类有兴趣的话，那分类也是一个很迷人的一个工作，因为不一样的鱼你怎么看得出来他们是不是一样，然后或是说它是不是一条世界新种。当你发现一条新的鱼的话，其实是你是会很兴奋。当然你也可以走比较应用的，像现在有很多的那种生物科技，那种生物科技它其实的材料是来自于在从生态里面去取出来的，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就要对野外的环境有了解，你才会知道。那现在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那种污染问题，那污染问题有很多啊，你也可以是说帮忙收集资料去看，去分析整个海域污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可是你也可以是另外一类，那既然有这污染问题，那你提出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好，那这些工作其实都是科学家他可以做的工作。那甚至于最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海鲜，哦，对不对？海鲜里面有微塑粒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肉里面都会有，对不对？对对对，那这个也是属于在生物的领域里面可以去做研究的。好，那应用类的话，都就是我们讲的像那种食品科学啊。那我们所有的这种，我们讲说我们要善用我们的鱼，那你到底怎么样去用鱼？那鱼到底有什么养分？对大家有什么好处？那这些东西大概都是衍生大家可以去尝试的一个职涯。虽然你喜欢的东西是生态生物，可是它其实职涯的选择还蛮广的。是，哎，还很广的，真的还有我们要结合在地哦。像最近就是海科馆有推出书，对不对？推出一个本新书叫做《女巫》，有点忘记。哎，对对对，老师你有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对对对，那这本书它很特别，那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一个，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你要实在地嘛，那我们在讲身穿里海，那身穿里海，里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常会很注重说，哎，这里的生物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可是实际上我们别忘了住在这里的生物还有包含人类，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说，哎，不只只有生态，还有在这边生活的人，在还有在这边生活的人的产业。那你整个我们讲所谓的三生，三生一体，三生你都把它照顾好了，你环境才可以真正好。那我常常就会跟在课堂里面会跟学生分享，你以这样的生物当成产业的人，靠此为生的人，他是最在乎这个东西在或是不在。所以在里海的概念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要支持在地，用友善环境的方式，不论是山上的种植或是海里面的一个渔获，那这样的人他只要他过得很好，那他产业一直持续，其实也是表示他在渔获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这个是另外我们国内目前也在提倡的一个理想的概念。那这本书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书里有在我们八斗子固定地区有关于所谓的身穿里海，到底你会觉得说海就是海啊，山就是山，有什么关系？可是它彼此之间其实是环环相扣。比如说你山上讲最简单，山上的污染没处理好就是到海里面去，那海里面有很多的渔获其实跟山上下来的那个营养盐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那我们透过这本书，然后我们用一个青少年喜欢阅读的绘本，那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认识所谓的身穿里海这样的一个脉络，那未来大家都能够怎么讲，就是在这个概念底下，然后让每一个在这份土地上生活的人，他其实生活得更好，那产业能够永续，那我们生态就跟着也能够永续，这样。生态永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有很多珍贵的品种也是被收录在我们的海科馆，我们的典藏研究组，研究典藏组，我们要请我们师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典藏馆里面有很多很值得跟大家介绍的东西。
好，谢谢主持人提到那个我们的典藏馆。好，那典藏馆，海科馆的典藏馆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已经在配合学校的校外教学活动在进行。那今年呢，我们开始开放呢，给一般民众，来服务一般民众。那我们博物馆典藏馆呢，它本来就包含了蛮多有关海洋科学、科技、人文跟生物这四面向的一个收藏。那收藏的部分呢，目前为止呢，它虽然说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典藏馆，可是我们收的东西呢，都与我们的在地，还或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科学科技里面，它有指标性的一个物件。那这个物件呢，这个典藏馆呢，它目前展示呢，我们大概目前的典藏品里面的大概十分之一左右的物件，是提出来给大家做公共服务。那当然，就我们博物馆的典藏，其实不是只有在建筑物里面，它也包括在建筑物外面。那艘船，船呢，这是最近加进来我们的典藏的物件，就是 RB02救援艇。那我们博物馆的一个典藏品呢，它除了做研究的一个分析以外，不管它是人文的，还是海洋科学跟科技的，还是生物的之外呢，最终呢，它都会支援我们博物馆的展示跟教育活动。那 RB02这一艘今年刚进来的救援艇，当然就是我们的藏品。它当然就是首先就贡献给我们的，在我们的职涯体验中心啊，职涯中心啊的基地里面呢，它来当做我们的教育跟我们的展示品呢，来替大家服务。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到那个我们的那个海洋职涯体验基地里面，探索基地里面呢，来跟它做近距离的接触。那除了我们这个 RB02这一个藏品，它有它的一个海洋科学科技，或是所谓的 VR 的一个虚拟实境之外呢，其实在整个一个目前这段时间的开馆服务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人对这艘船到底怎么样进到这个建筑物蛮特别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将来也会设计了一个节目，就是介绍这艘船到底怎么样，从基隆港，然后呢到我们海科馆。尤其是在吊装的过程，这个吊装过程跟我们一般搬家不太一样，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啦，所以那个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一些藏品怎么样提供公共服务啊其中一个例子。那典藏馆呢，在今年或明年呢，我们还是持续会做公共服务，那我们每季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我们藏品的主题，然后跟大家做介绍。那个。请大家呢来我们博物馆参观的时候，除了参加我们有趣的教育活动，还有职涯的体验探索基地，还有我们的主题馆之外呢，我们在主题馆旁的一个典藏馆，它其实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场域。要预约登记参观？不用预约登记。现在不用了。对，不用预约登记。好，那我们在假日的时候，例假日的时候，我们都有服务一般民众。在非例假日的时候，我们是配合校外教学方案，在活动这样子。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可以来看看很不一样的东西。我记得还有很多生物标本，也还蛮值得大家去探索一下深海鱼类到底长什么样子，也都是在我们的典藏馆里面。是的。那刚才说到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这一次来的这个我们的职涯生态基地，我们要请我们的宋博来跟我们分享了。其实希望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激发大家对我们的海洋职涯有很大的兴趣？好，谢谢主持人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职涯探索基地，它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用太专业或是太深的内容来介绍职业的发展历程，这不是我们想要讲的事情。我们是想要透过体验动手的方式，然后它的就像这个过程，然后让来参观的不管是学生或是亲子然后了解说，这个是这个原来这个产业需要这一个功能，那这一种的服务有哪些人必须要投入，我们未来才会有后续的那个享受。比如说离岸风电这个展示，离岸风电基本上它就在海上嘛，它的风力发电就在海上，然后呢，可是发电以后，它不像陆地啊，陆地发电以后到变电站以后就送到台电的那个电网里面去，可是在海上的它怎么样把它电传到陆地上，
跟台电的电网并在一起，哦，这就很有趣了，哦，还不说这个部分而已，实际上光要建造那个离岸风力发电机在海上某一个地方，它牵涉到的职业，牵涉到的一些资源设备，然后我的产业，有现在目前已经针对这个叫离岸风电的产业了，它的面向甚至跟海洋工程差不多，复杂度都差不多。啊，透过用 AR 的方式，他知道这一个风力发电机是怎么建造起来的，然后呢，建造起来的过程有哪些知识在里面，有哪些职业需要被投入，然后呢，才有可能成就这个离岸风力发电。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在质押探究基地里面的一个。比较有趣，可以用这种，它是以后平板就可以看，对，差不多就这概念，四个平板。那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像海洋科学那块，嗯，一般的潮汐发电，潮汐发电，波浪发电，那个已经是落伍了，哦，落伍了，对，实际上在说呈现那个成果是不能说落是我们的特色了，只是那是我们五年前就已经发展完了，嗯，现在今年有一个机械鱼，哦，机械，哦，这个机械鱼就是台北科技大学姚立德姚教授他捐赠给我们两个机械鱼，哦，就在我们的质押探究基地里面，哦，然后还有 ROV， 这是小朋友可以操作的。好，就是透过这种有趣的操作的过程，刺激引发这种学子甚至家庭的团体啊，来让他说，哎，这个海洋产业说实在它的未来是缤纷无限的，哦，是非常有那个甚至未来发展的发展，甚至薪水也都不错的，哦，这比较重要，薪水虽然我们没有付薪水是多少了可是他那个你真的可以标一下他那个证照就不得了了，哦，那他要上证照的，所以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有趣互动，然后呢逐步探索的过程吸引人投入的产业。 对，我最记得还有一个就是准备有律师袍吧，对对，有律师袍让小朋友穿。我就想，为什么在海洋子弹里面要穿律师？原来是还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海洋法，对，海法一般人是不清楚的，海洋法是真的不清楚啊，以为那个油倒在海上就没事，其实是要接受国际制裁的。对，好，这的确又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摸海龟30万。摸海龟30万，这个是一个，这个是我们想要凸显这一块，是在生活中，在平常就已经提醒自己，嗯，这个友善，因为永续这一块生态的永续保护的这一块是日常，哦，它不是特例，是日常，随时要放在脑袋里面的。对，永续，然后还要友善。那当然，回过头来，我们要请陈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海科馆它也推出了很多很有趣的跟周边在地有连结的一些活动，像是大鱼咬寻秘宝，这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有在讲说，这本的女巫岛神秘事件簿哈，那这个是透过书上面，然后去了解整个八斗子的一个所有的景点，还有如何跟那个身穿里海，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可是你如果说，哎，我这个人是行动派的啊，我不是看书的啊，哎，没有关系。那我们在我们岛上面有很多那种生态旅游，不论透过社区或是透过海科馆，你们都可以来体验。那体验完之后呢，我想要试试看到底我对这个东西有没有了解。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你生态旅游之后，你自己检视一下，我是不是考试就对？哎，考试是太严重了哈。基本上就是说，哎，我有没有每一个点都已经跑过了哈？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地图的话，大家可以去检视到底有哪一些元素，然后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都了解？所以，譬如说，这八斗子这边我们所谓的，你说这边的生物有哪些？像黑鸢啊，好像树蛙，你到底有没有注意？那甚至在以前的话，它有所谓的鳗线啊。然后在以前古早之前，这个地方最早其实是有所谓的采矿，
到后面我们这边有带长相貌的那个土地公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这个非常有趣。然后透过这样的游戏，其实就是让你的印象更深刻。我们常常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可能回来之后，除了照片之外，你可能忘记了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然后可以去玩的。那甚至于我们基隆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常常下雨，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雨天备案。如果因为下雨天我没有办法每个地方都去，没关系，我们替你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就等于算是一个桌游了哈。玩过一趟，其实整个八斗子它的印象就会更深刻。虽然没有办法实际走，但是从桌游中你大概也知道八斗子有哪些地方。然后呢，好天气的时候真的可以亲自去走一走，让自己非常的开心，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态休闲，我们的海洋休闲，就是另外一个职涯探索了。那生态厨房有没有未来的发展方向？当然有啊哈。那因为我们想说，已经建构一个这么好的硬体，那我们要好好的去建构它的软体。那在我们建构它的软体，当然就是，相关的教案啊，或是一些流程。那这个我们就会跟在地啊，比如说我们透过船长带路，我们就认识很多的船长。那未来这些船长也会进驻我们的生态厨房。那只有船长还不够，船长只是告诉我们怎么抓鱼，鱼怎么样看新鲜，怎么样去处理鱼。那我们还有另外还会邀请，专业的厨师，那厨师就会告诉我们你怎么样的简单料理，让这种鲜美的海鲜所有的美味都呈现出来哈，这个是很重要。那另外还有跟社区，那甚至跟学校，因为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把这样的概念传播出去。然后未来海科馆，我们期待的生态厨房不是在海科馆，只有海科馆有生态厨房，我希望家家户户都有生态厨房，那人人呢都是生态厨师。那你怎么当成一个生态厨师？你们家怎么是生态厨房？我们有常常在讲，有时候我们去买菜啊，那菜上面有洞，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菜太丑了。其实我们一定要改变那样的一个观念，一定要吃那种有洞的菜。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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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友善环境的话，它可能产量会比较少，它价钱有可能会比较贵。可是透过我们的支持，那个土地才会，因为你不施农药或是不过施那个化肥的话，其实土地它其实会比较健康、比较自然。那透过我们生态的厨房的概念，你在选择食材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选用的不论你的葱、你的姜，甚至有我们基隆产很多的山药、蜂蜜，我们基隆产的最近的恰章、然后这一类的东西，你只要因为菜有那么多种嘛。那选择是在你哦，你都选在那种友善环境、友善土地、那友善海洋的渔华，那你就是一个生态厨师。然后它其实在生态厨房里面还要强调，当然除了生态健康，人也要健康。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刚才吃的讲的这些，不施那种过分的去用药的这种东西，它本来对我们健康就会比较好。所以我期待了哈，就是生态厨房绝对不是只有海科馆。那未来生态厨房是家家户户有生态厨房，然后人人都可以是生态厨师。那这次我们海科馆，我们就会透过我们的活动，来邀请大家一起来当生态厨师。是，就是大家要密切锁定我们海科馆的相关讯息，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可以来我们海科馆学习当一名生态厨师，让我们的环境更加的有序。然后最后两分钟，我们请两位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活动要推荐给大家？师伯，那个其实我们博物馆呢，它不是一栋建筑物，我们博物馆有传统所谓的自然史博物馆的一个特性，但是呢，我们这个区块呢又有所谓的生态博物馆的一个条件，因此在来我们海科馆的话呢，千万不要只有在留有那个印象，就是主题馆才是博物馆，不是主题馆就不是博物馆，因此呢，在这个架构之下呢，春夏秋冬。这四季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所谓的海洋科学跟科技的体验的主题，跟他欣赏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是会随着季节而有一点改变的，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博物馆这个园区里面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海洋体验或探索以及休憩的场域。那加上我们旁边又有250公顷的望海向海湾，这海湾基本上也是我们所谓的博物馆实践永续海洋的一个基地之一。那欢迎呢。大家呢可以多来我们海科馆探索海洋。哇，来海科馆探索海洋，也可以探索科学，有很多职涯生态要让你大开眼界。最后宋博了。好，那实际上我们最近也
就是也就是昨天啊前天哦，才刚跟海大的一个研发团队，有关 VR 的研发团队，他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刚好跟我们这个职涯探究基地有关哦。他们叫做小小潜水员，就是他想把潜水相关的知识透过 VR 体验的过程，带上 VR 体验或者身临其境，然后呢，让你知道什么事情在海里面是危险的，不能做的。用这种大概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那个体验的过程，让你知道。他们甚至还想，还在我们开会的过程发想说，哎，未来那个潜水的初级证照是不是要先纳入这个体验？哦，好特别哦！所以在海科馆这边是有潜水的环境嘛，在我们的验证环境里面有这个东西，你先经过一个算是一个初级的一个学习以后再下去，这个是一个，这是刚好就跟我们的博物馆的那个角色也搭配了，我们的探索基地的那个想要涵盖的这种面向也搭配了。就是这个是非常好，这个是一个我要补充，就是我们会持续用有趣的手法，不管是 AR 或是 VR， 做好这种互动的呈现。再来就是最后一个要补充，就是我们寒假哈，现在已经知道寒假大概会有六个梯次，总共六个梯次，然后呢三个梯次是职涯探究的营队，另外三个刚好就跟陈博士刚刚陈立所陈博士讲的生态厨房的，等于是会有两个梯次，然后两种活动，然后但是是各总共六个梯次的这种探索的，给应该是给国中小吧，有没有包含高中？不确定。针对基隆的，上网查哈。这个应该是针对基隆的一个学子，可以上网报名的。好，然后密切，就是什么时候会公开，可能要密切关注我们的官网。哇，所以可以看到。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真的非常的用心哦，未来将会用更创新的方式为大家带来更好的海洋教育推广素材，还有体验场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先到组吧，来，好，我问你，走，小心要小心。年前。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
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啊，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三天前完成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一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